现在的爷爷奶奶真是太难当了。五十六十不算老，忙忙碌碌还能跑，儿女上班都在外，孙子孙女你来带，孙子喊你你就到，一天几次去学校，孙子上学你得送，月月年华你要供，想要吃啥你得弄，还得领他去活动，顾不得腰酸背痛，不能让他有磕碰，孩子说动就奔动，不管下雨和刮风，孩子说西就往西，就像伺候小祖宗。这看孩子苦，看孩子难，又花时间又花钱，一遭不慎有磕碰，儿女还得数了一通，你说这是图啥呢？认为说的对的，你就加个关注，点个赞和评论哦。五十六十不算老，忙忙碌碌还能跑，儿女上班都在外，孙子孙女你来带，孙子喊你你就到，一天几次去学校，孙子上学你得送，月月年华你要供，看孩子真是难，又花时间又花钱，磕磕碰碰还怨咱，头疼脑热早埋怨，你又不能不去管，儿女上班没空闲，再苦再累都心甘，只为儿孙笑开颜。别忘了关注点赞和评论哦。老人一生不容易，千万别和他怄气，你若对他发脾气，他们背地里哭泣，年轻时候吃吃苦，多体谅你父母，老人不是你保姆，互相理解才幸福。这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祝愿大家呀都能够家庭和乐，幸福美满。